麻辣香锅。这个是蒜蓉虾仁粉丝，哎呀，虾仁，茄子。尖椒里边是虾花，
点那个下面小咸菜，梅菜笋丝放完了点。小咸菜，是那种香辣口的，脆脆的。椰蓉面包，满满的椰蓉，里三层外三层都是，贼拉松软，一个是75克，到手是10个，都是日期都短保的，现做现发的。当个早餐，当个代餐，好好吃。